这是一只自然死亡的猎脸猛蚁。我们先从头部看起，首先观察到的是它标志性的镰刀状大夹子，非常夸张，眼睛也非常大，这种蚂蚁的视力也是相当好，两根触须，非常像蚂蚁。再来看猎脸猛蚁的身体，全身乌漆抹黑的，腿是金黄色的，非常细长，腰很细，大屁股上长满了金色的毛，总的看起来大长腿，胸大，腰细，屁股大，身材非常好。我们把蚂蚁倒过来看，看这里，两个大夹子其实并不是蚂蚁的嘴巴，这才是它真正的嘴巴，小细腰，大长腿，屁股上隐约能看到它那锋利的毒刺，等一下我们把毒刺拔出来看看。镰刀状的大夹子上面还有两个倒钩，这是侧面，眼睛是不是有点像外星人？进一步放大，我们来搞毒刺，看到了吗？跟镊子的头比，非常非常细，想要夹住毒刺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哎，看到了吗？里面非常长。蚂蚁的毒刺其实是从它的产卵器演化而来的，兵蚁是未发育完全的母蚁，它们不需要产卵，所以索性把产卵器退化成了毒刺，既可以狩猎，也可以防身，非常好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，那么给我点个赞，应该不过分吧。